这边水压太他妈多了，多多呗。你短视频嘛，你越热闹越好。越热闹越好。他这个栏杆应该搞个白色的栏杆嘛呀。这两个鹅要在一起搞基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鹅屁股的拍的。你今天过去，今天过去做吗？能不能坐下来？为什么背上有个黑色的东西啊？追踪器。
飞了，后面飞了。是的。
喧哗。鸟吗？鸭子，鸭子飞那么高？它能飞8000多米，鸭子能飞。太多了，你看啊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兜里揣着快币走来了。
啊？看各位天鹅吗？嗯。
救命救命
到门口门口八楼，搬到我的房子里。Thank you.
松的没得。把那个摆的那个鹅，摆 pose 的鹅都放在光里了。看不到吗？太阳光大了。手机自动的，它这个它自动不了啊。别纠结这些了。好可怜哦，一个人走。不干了。那时候我要。
别喝水了，水水水，我都没喝水。我就要喝，我就要喝。那个地方有个山刺老的。快点、哎！手冻的不行了，你手冻不行了，你手套拿出来。这种手套，再给你带有啥区别？我给你买的是薄一点的，我给你买的是薄一点的，我就想着你买厚的，等下你做两天。是抓人的吗？对。好好看。今天我收是最大的。哎。咱是最都是最差的，这都是都是最差的。新大陆了，我要拍东西，我拍两个多了。我一个啊，你那个那个五毛五的人，他那个地方大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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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有身份证的那个照片吗？什么意思？发给我。你们发给我。到处发。然后发给你。我们这已经报备了，但是我还得报备。好的。等一会儿吧，现在不急吗？我昨天晚上一个连夜发。啊？今天昨天六点多就一个连夜发了，忘了。
那个电话打的是哪个地方的？什么？打的电话是哪儿的？我打谁的电话是哪儿的？你找的他们的电话是哪儿找的？你说我打跟这边打电话的人吗？对，你打哪一个电话可以找？线上面的。2895 2895我跟你讲吧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打一二三四五，你告诉他你说你同意电话打不通，你给我个人打通电话，他就会给你。最好是打一二三四五，问问这个防疫你能打通的防疫电话，因为好多防疫电话因为不止这一个要打，你要打市里面的，市里面的完了事了，他说可以来，然后他要让你联系县上面。线上面，然后要让你联系镇上面，就彼此很多，然后，所以你要打，至少要打三个电话，他一层一层的往下打，你都让他给你，就是打一二三四五开头的那个，对。你要打一二三四五，打完以后先问州上的疾控中心，伊犁州的疾控中心，打你妹，能打通的，打通了以后呢，疾控伊犁。疾控中心他会问你去哪儿，你就去伊犁县签个钱，说去伊犁县签个钱的话，他就会给你在伊犁县能打通的疾控中心的电话。这样呢，他一层一层的往下问，他所以才能确定你们的命运。
个别要编号，要不然你开启。说对了，大哥说对了。
太多了，中午吃几只吧。好好。这两个在比心，这两个在比心，这两个在比心。单独的一两个嘛。